你胆子可真够大的！我告诉你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今天，你就是插翅也难逃了，认命吧。 还记得我吗？小李子，你记得？赶紧紧急！二嫂叫我通知你和马队长，那个美国飞行员的地址找到了。你要早点能来就好了。这马队长都进去了，这样你赶紧回去，这个地方你不能多待，我们来想办法。我赶紧走吧。啊。 马志成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扑虎行动，一会儿就要变成宰马行动了。上！
马志成，你是跑不掉的。你本事不小啊，打伤了我们十几名武士。 不愧是马队长，少佐，我去收拾他。等一下，你们两个一起上。嘿，嘿。呀！ 志成，束手就擒，我饶你不死。